清晨，残梦未醒，东澳湾的渔船早已沐着金光从海上返航。那这是今天早上的渔获啊？对对对，对啊，马文海胆，还有龙虾。山板上这一大箱渔获是海鲜店老板阿龙夜半摸黑下海两趟的成果。早上三点多去收一趟，上面还有一箱。哇，所以一个早上跑两趟。对，比较新鲜。我们的食材就是像这样啊，有什么卖什么。我像今天早上，比如说今天早上抓到什么鱼，钓什么鱼，啊，就店里就卖什么。要维持南澳乡雄妻的口碑，阿龙很拼，天天出海捕获新鲜食材，运回店里，他手脚利落的烹调生猛海鲜，一道一道端上桌。这是我们淡水的木兰鱼，跟海的木兰鱼完全不一样。它煎起来啊，整只都好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这个主要怎么抓？拿网抓？没有，用细的网去浪来捞，浪来捞这样。早上抓的话是让它滚就好，吃起来甜度也够。鲜鱼的话，先要多这样弄动，它的头在这边嘛，它的头在这边。结果他走是走这样。俗称豆退路的浪花蟹做成盐酥口味，野生龙虾就要吃原味。它本质来吃才够味，什么原料哎都不用加，我才是要做原味。好了，个大鸡呀，没有话讲，都是。你看这个。早上在海里面有，现在中午在我们肚子里面有。顾客吃得过瘾，阿龙在厨房忙得更起劲儿。即使一个人掌厨，店里来再多客人，他也能够从容上菜。这样子哦，我差不多做十桌了，这个时间。这边已经做十桌，对，因为现在这种拍就比较慢的样子。对。在台北做黑手十多年，阿龙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回南澳老家捕鱼，后来又在港边开了小吃店，料理当天现抓的海鲜，结果很对顾客的胃，不管在地人还是外地人都喜欢阿龙的手艺，还有他开朗真切的笑容。去年阿龙的儿子意外从火车上摔下来，丧子之痛让笑容从阿龙脸上消失了好一阵子。不要想那么多啊，朋友都会来陪我。对啊，我们乡下的地方就是这样子，比较好的妈鸡啊，都会在你最那个的时候跳出来。